海区立委候选人林江村请来到立法院议长王金平为优待声势，而林江村的对手，嘛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蔡意瑜，同款嘛有党来听王来赞声。来快就是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，已经真侪届拢来替着立委候选人蔡意瑜来徛台，陪同伊扫街。而民进党党来听王，包括高雄市长陈菊、前行政院议长尤锡坤，阁有台中市长林佳龙，嘛拢纷纷南下来优待蔡意瑜的声势，林佳龙阁亲自打电话向嘉义地方的乡亲来支票，可见海区立委的选情是愈来愈白热化。选战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专台走透透，28号下晡再出来到嘉义县海区，陪同海区里面候选人蔡意瑜扫街拜票。同时，陈建仁也帮蔡意瑜拍摄宣传的广告影片。我向你推荐蔡意瑜，国会要过半，政治要改革，请支持蔡意瑜，让专业立委点亮台湾新希望。携手打拼，好嘉义刷海一刷，国会过半。感觉整个气势还有大家对他的喜好程度真的不会比小英还要差。党内天王五都市长也轮番替蔡意瑜徛台，除了高雄市长陈菊陪同在埔竹市场拜票，台中市长林佳龙也来到总部亲自打电话帮忙催票。我即马咧来嘉义吼，阿要甲你拜托一个，就是讲蔡意瑜呀，立委候选人吼，登记第二号，吼，甲小英同款，吼，二号就是你好，你好吼。拜托你甲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哩。今天来就去了。我即马咧蔡意瑜竞选总部哦，我无好等自拍一下哦，我才传到你。哦。因为咱嘉义出人才吼，才有好未来。你看林佳龙为台中赶来甲嘉义。当然好，真感谢。有有有。啊，你爱拜托你，你会使阁加油开票无？会哦。会哦。哦，真的。那个总统嘛是二号啦，吼，立委嘛是二号，吼，二号哦，吼。有啦，会使啦，吼。你顶一回立委选举，蔡宜只输895票，这回民进党将嘉义县海区列为重点的选区。新闻科技网嘉义县采访报道。